我们的小野人会是男生或女生呢？Boogie， 快点，快点 ，Boogie， Boogie， Boogie， Boogie。小野人性别大公开 ，Kid 二月底与女友东君美亚登记结婚，七月宣布老婆怀孕喜讯。这次在野人七号部落频道公开性别趴画面。你即将要知道 Rita 肚子的宝宝的性别，一杯是粉红色的，就是猜猜对的话就是可以喝粉红色，猜错的话就是喝 Whisky。你可以先让他看肚子，可以看一下肚子，可以啊。而且你可以问任何的问题。这是太难了吧？可以摸啊。那、啊、你们要不要先猜？我下男生，我下女生。那我也女生，男生，男生。公布的方式很特别，那我们就要公布了哦。哇 ，Kid 野人七号部落村长，后面是我的村长夫人。到底我们的小野人会是男生或女生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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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生耶！恭喜恭喜！啊，为什么我要在一个完全四周都无人的状态去公布？这当然是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的。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讲呢？因为昨天有人太开心了，已经先抢先在一个即时动态上。哎呦，那个不小心。然后就是漏了线，就是我们家有八个小孩，我们是第九个，他就直接转po就说九阿哥，就有人发现说为什么是哥，为什么是哥，为什么是哥，为什么是阿哥，为什么不是哥哥？男生，好不好？康熙，康熙九阿哥，我是康熙，我是怡菲，拜拜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爸爸，这个翻过来也就行了。哎，白色，要吃草莓了啦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